and his opponent from Korea. I have been watching him play for a decade. Arguably the most successful pro gamer in any esport in the history of this planet. From KT Rolster, some call him God. Others call him the ultimate weapon, Flash! 哎，啊 ，TVP 一直是一个单坦克防守之后，然后就双重攻转雷车杀，五六个 SCP 左右的样子。这里要，哇，这个教主这边不限啊，确实，真的，咋不咋地？但是这里啊，要是的话，他现在把主力龙骑是调集在自己的家里，又是空虚了啊。这啊，教主这高，那么秦这个高地吃掉那三个坦克。哎，我不知道教主为什么他这感觉操作上的一个节奏或者年相比，感觉秦色可能已经达到200左右了啊 ，A 了过来，但是教主。那个是不是有点黑我们的球赛的胜利，然后他球赛胜利在画面中只有一个坦克哦，直接 GG 了。对，这后在秦策的二矿门口，秦策他没有做好一个预警，也没有做好一个准备，只能是被迫硬战硬战这个三矿自己的。其实教主的比赛我们也一直在分析啊，就是说教主主要他的运营非常的强大，但是运营强的情况下的话是被对手压得非常的凶。对，我也想跟宝儿还有之前跟明这辈子的好坏啊，你的话其实操作的话就用 SCV 正面赶紧先造 bank 再下二级 G 啊，这里教主的选择职业时期的意思就是先造基到这个对吧，职业时期电，但是那时候这个叉叉裸奔确实很威武啊，你看这里第二枪兵是慢慢积累起来了，虽然说这个叉兵又送掉了，但是秦色后继续按你是一个非常良好的打击点啊。为什么要从这里冲呢？之前配合阿比特的传送声东击西，然后打掉对方的弓，以及还选择了更广阔的一个地方，但是这里面感觉兵力上教主选择出门，兵力的话刚才雷多了，雷车没有进行秦策到底是左下角也没开矿，在这里光顾的家里是只能是送了。今天真是误打误撞，我都没忘记今天有教主的直播了。对，教主就提前一个小时多一点，比往常低一点啊，因为他们也刚才已经是跟0-2来了。我觉得教主这一局如果能赢了的话，518你也是时候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向大家表露。啊，感觉这一盘教主真的要赢。他是一个低地打高地，他多亏啊。而且刚才你说你有大量的叉叉，五幺八太有才了，我晕了。看起来可能会这个强行的放在这个延误教主的三基地拍，而且这里我感觉教主会很好，他场面 GG 了没啊？是教主 GG 了。听某位大神说过，滴滴下架子就可以。根本不知好像并不准备等。这里 Burst 去抓了一个很好的 timing， 时间段交换也是对 Burst 来说是一个值得的。我们看雷车并没有 GG 了，雷车上面 Burst 的叉叉非常的多。我们看 Burst 跟神珠很多神珠不一样的时候，他选择了哇，这个至少是30人口进行一波冲锋。对，我们是非常的了解教主。好，我们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什么陈老师说就是说，哎，我们看这里运输机果然来了，教主的这个点位才刚刚5-3。好，我们看李波打飞车打枪兵。
好的，这一波无敌了，我们说好说是这一波啊，优秀，霸的把坦克架在这样的一个位置，这次有一波走吧，坦克走吧，投下来是没有意义的，投下来是没有意义的，好，三个加号，没，绕了女生的电话，好的。教主这边突然是加快了推进的节奏，现在已经过了桥口，这个航母为什么不超，这感觉陈老师这边要直接被一波推死的节奏啊，啊这突然短路了，很像是吧，你有娇娇，你有没有发现我学习能力特别强，在下拜服啊，太强了，这太多到已经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了，被打掉就剩十二点一片了，想来换一波啊，但是关联啊太多，嗯，啊，老师有点卡起来，不好意思，啊，懂得呗，我靠，不是心灵还会，你欺负人家，人家不依了啊，是这里叫做陈老师离基地已经不远了，但是十二点这边放掉不掉吧，这边放掉的话陈老师就可以，好的一点是航母居然集结了一波进行一波冲锋，但是啊这一波不好，回来的时间太久了，叫做坦克分掉去找他的三矿，你敢信吗？我哎呦，小飞机不够格列亚打，格列亚太多了。这里陈老师是否能够一点点的把这一波格列亚嫖掉？如果说能嫖，陈老师还是有一丝生机的。这怎么看着格列亚？陈老师现在是否还有经济出小飞机？经济出小飞机呢？我不知道陈老师现在是否还有经济。如果说没有经济的话。不是吧，那是海盗，嗯，啊，只是现在关键就是现在陈老师只要有一矿的经济支撑，这一盘陈老师就稳操一些，农兵和一个没造，看我们看陈老师这边配合运输机选择一波冲锋，下次我们看这个运输机里面，好，陈老师又是出了一个，好，这个陈老师这波冲锋非常漂亮，虽然说自己监测了所有的这个东西，但是也是把啊，这里居然有一个格列亚，这个老是点掉了好像。如果说坦克让教主如此轻松的就推过来的话，陈老师这一盘就是命不久矣。说，陈老师是一用压制，啊，这里尼布又是打出了一炮，没事的身上。这好在是陈老师这里是有一个高地优势，这一边是没有问题的。啊哇，他龙骑好像在傻了啊，在走。教主也是，我们看这个雷教主是否会，对，这个时候的话，这个对神族的，好，我们看尼波能打飞吧，好，啪，刚才一直在看老师的那个第一视角，我觉得老师这在瞬时啊正面交锋，老师带了阿比特，然后很信用地图永远都是双刃剑，别人同时你的探头